清晨甘露，三月十五日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，耶稣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，但他并非据为己有。蓄水池怎么侵入水管？基督的恩典也照样倾倒给他的子民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似乎他的恩典只是为了赐给我们。他像一口泉源一样，长流不息。 但却只能满足空瓶和就近他的口渴的人。他像一棵结好果子的树，并非为了挂在树枝上好看，而是要叫需要的人来摘食。恩典的工作，不论是赦罪、洁净、保守、扶持、光照、滋润或振兴，都可以随时白白的从他那里取得。他为他的民所贮存的恩典，样样都齐备。 他的血虽然从心里流出，但这血是属于身体各部的，所以每一个与羔羊有肢体关系的圣徒都能承受恩典之流。在此，基督与他的教会有一种亲密的交通，他们都因此领受同等的恩典。基督是头，告油先倒在头上，这告油再流到一边，所以最卑微的圣徒也能发出自头下滴的告油的同一香气。恩典的汁水自干树之上。 并且得明了是干把营养供给之。我们天天领受耶稣的恩典，常承认这恩是从他而来，我们就必得与他相交，并且得享与他相交之乐。让我们天天使用我们的丰富恩典，并且时时求那与我们立约的主来补充我们。我们要大胆的从他那里得到我们一切所需用的，正像一个人毫无顾忌的从自己的荷包中拿出钱来使用一样。